你是哪里的？我是安徽的。来这里干嘛？来这里啊，嗯，就是为了遇见你。不，这个五嘎的父亲回来了，我要按照他的叫法叫叔叔。叔叔，你刚刚出去忙了？出去忙了？听不懂。你多大了？不是。就看起来你很年轻。年轻，你还很年轻，孩子都这么大了。嗯、他最小的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也，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可以享福了，对吧？今天到五嘎家，感觉他们一家人都特别热情啊。鱼天马上黑了，我来先给他拿点东西。找了半天，找点饮料，找点学习用品，还有一些衣服，都是新的。哇，小朋友可以啊，我都提不动，提点东西。没有没有，咱们相见就是缘分，也没啥东西。自己给他们吃。嗯，没事。来，五个，这个新疆特产奶酪。谢谢。嗯。阿姨，这个新疆特产。哎，小朋友，这个是画笔，你们拿去啊。还有本子。谢谢。这个是小帅哥的。谢谢。这个你可以穿。还有你的，这个你可以穿。这衣服啊，来，我的吗？对。哇哦！你还有嫂子的，这阿姨你的。哎，谢谢。这个给那小朋友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。帅哥，给你，读书给你写字用。这个吃得惯吗？这奶酪还行。奶味重不重？吃得惯吗？好吃。对，尝尝嘛，尝尝鲜。这么多菜。随便炒几个。盐味炒，西红柿炒蛋。嗯。这么多鸡蛋，可以了，不要搞了，真的真的，你搞那么多吃不了。看这么多，搞完了，我们能随便一点吗？现在炒这个鸡肉就完了。哇，太麻烦了，看到没有？无论这边多大的铺子，这一看也是大铺子家是吧？但是吃饭都是一个规矩，在地上吃，习俗。家里也没什么调料，肯定炒得不怎么好。可以啊，看那个是吧？色香味俱全，不错。好，吃吧。吃，你过来坐吃。嗯，我坐这里。坐坐。吃呀。过来，不过来怎么吃？吃呀，你吃呀。坐嘛。吃嘛。来，我坐。我有，我去拿，我去拿，你坐嘛。吃吃吃吃，不要客气。吃吧吃吧。嫂子，不要客气。吃。吃。你要吃了。吃吃。嗯。西红柿炒蛋。西红柿炒蛋，太奢侈了，都是鸡蛋。哎，盐太多。嗯，好吃。来打个包。嗯。嗯，属于橄榄的。来，你不是刚才不是说要吃鸡腿吗？嗯。来。你吃。吃嘛，你吃。我觉得鸡腿我能吃得了吗？来，鸡腿来。来。你看你瘦了，只有8斤，你给我吃点。鸡腿来。我也不吃。你刚才不是说要吃吗？来吧。你的鸡腿也太吓人了，真正的鸡腿。太大了。什么？好多女孩子都喜欢吃翅膀，是啊。为什么？这翅膀不能给他们吃。为什么？叔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不能给他们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想飞，啊，马上飞走了。对呀、啊。什么什么给我给谁吃？哈哈哈哈哈。他们吃。太麻烦
们吃，他们就飞，怎么办？他们肯定飞不走嘛。老子就飞不动是吧？人家不是说女儿嘛，不都是迟早要嫁出去？啊。姐姐吃这个就意思要跑得快。哦，知道了。吃这个。要减肥。你要减肥，减什么肥？健康。我要减成像你这样的。你的身材。我太瘦了，我太瘦了。你这还瘦，不要增肥哦。我要增肥。增肥那具体拿个枣子吃。鸡腿增不了。对，鸡腿上都瘦肉。嗯。要想增肥要吃什么？鸡屁股。都肥了。鸡屁股太肥了。吃饱了才力气减肥嘛，多吃点。太瘦了也不好看。不是，180多斤，减成那样。吃呀，你吃呀。我吃饱了。对，你吃都没吃。我吃半碗饭，我吃没吃？你怎么不吃？我吃饱了。别拍我了。嗯，你知道你吃那什么东西吗？我不知道。这个大补。嗯。补肾的。嗯。那就鸡肾。饭也吃好了，那妹妹，下次有机会我来让你尝尝什么叫飞菜，好吧？欢迎下次再来。好，谢谢妹妹。下次来的时候不要带那么多东西的。哎，没有带啥东西。下次我不带东西，带点菜。下次来的时候给你杀几只。哎，给你杀猪。我也不吃猪。你不吃鸡吗？猪我也不吃。是。那你吃什么？我下次我来买点青菜就行了。可以。啊，谢谢叔叔，简称大哥。阿姨，简称大姐。谢谢啊。那个妹妹。欢迎下次再来。好，谢谢啊。走了，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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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次再来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，非常感谢你们的。姑娘送我一朵玫瑰花，她说玫瑰花儿好像她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长长乌黑的头发，叫我怎么能够忘记她。